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明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由国产 QCT 厂近期出的 SHF 迈尔斯蜘蛛侠开箱视频啊。这款也是刚出没几天啊，偶然看到才想到要买的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具体的表现怎么样吧。盒子方面，关于腕带的标识以及文字都被改成了 CT 字样的。打开盒子就是主体加配件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盒子侧面的二维码扫出来的居然是 CT 自己做的说明书跟资讯啊。我们来看看主体部分了，整体的打分我是可以给到8分的。整体的造型在30厘米开外看过去还是挺唬人的，但是近看的话就是会有挺多 KO 普遍存在的瑕疵了。目前券前的售价是在93块钱左右，我用个降价入手的券了，到手后在84块钱左右，感觉性价比还是可以的了。OK， 兄弟们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只 KO 迈尔斯 HHF 的具体表现如何吧。首先看一下它整个身形比例是有还原到位，然后也是为了还原它那个动画电影嘛，比较深修长了整个身形比例。然后我主要是不太喜欢这种比例，但是这种比例拿来摆动作应该是会更加的有张力啊。然后废话少说，我们看一下头部的表现怎么样。首先白色眼睛部分是用到金属白色的珠光漆的表现，它会有略微的涂装异色出界，然后其他的话倒还好。然后这个整体黑色这种网纹路的细节也是非常的棒啊，这种布纹路吧应该算是，它是非常的棒的，而且也不是很油，有一层半消光吧，我可以说是半消光。然后整体的红色涂装胸前的这个蜘蛛还有背后这个蜘蛛啊，因为是在黑色里面上这个红橙色的漆面，所以会显得比较暗淡的。然后整体的上色也是有，但是可能会轻微的出界什么的，薄膜线也是有的，然后水口什么的也是有的。然后它这次的手臂缝隙的话呢，做的是比格纹要好上那么一点的，格纹的话它就比较长嘛，这个缝隙比较长嘛。然后肚子是有色差的，它应该是用了两个分色，这种中间的腹部的还有这个胸部的分色呢是黑灰色，偏上灰色那么一点，就没有这个纹路网纹路的第一它这个黑色来的深了。然后就是整体的关节也是不松不紧，然后膝盖关节的支撑力呢比格纹要好上不少的，起码没有格纹那么软了。整体的话没什么好说的，就是一些 KO 通病存在的都有，类似于水口什么的，水口上色什么的，然后缝膜线呢，然后手掌也是有做到分色的，也当然也是比较暗淡。然后其他的话倒是没什么好说的，这个也是延续了上一个 KO 格纹的一个素质吧，也是比较不错的，我也是挺推荐大家去入手的，毕竟腕带现在也是比较高价的嘛。然后剩下的话我们看一下配件部分呢，就是两个惊讶的眼睛嘛，惊讶的眼睛也是一个金属涂装了，也是跟普通的眼睛一样，只需要我们把这个拔下来就能替换了。看一下它拔下来之后，这两个小眼拔下来之后就能替换了，当然这个替换也是这样子，替换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就很惊讶嘛。然后看一下真人头雕的话呢，然后就是这个，然后这里有喉结的方向是正面，我们就把它装进去也是很轻松的。真人头雕分了两个，一个是这个有点挑眉的笑脸，但是我看着是有点像强颜欢笑的这种感觉，当然这个真人头雕大家见仁见智了，我还是喜欢这个戴头套的这个头雕多一点，我相信大家也不会暂时拿着针头雕来摆吧，而且感觉怪吓人的，倒好像来摆的呢。然后看一下另外的这个头雕安装上去什么效果，这个头雕还好，没有这个头雕来的那么什么，这个头雕还是不错的。然后就是各种的手型细节了，一个张开手，张力手，然后一个五指张开手嘛，还有一个发射
朱斯的手，然后还有一个货物朱斯。朱斯这次的附带朱斯也是老配件了，也是 SHF 蜘蛛侠的老配件，一长一短，然后还有一个荡的朱斯，然后还有这个是应该给我们拿来换眼镜用的吧，这东西。然后整体的话就这么多，先介绍这么多。然后它的可动的话我也不多说了，它的可动也是非常够用的，各种的可动什么的。哎呀，这里拔出来了，可动也是非常够用的。但是哦，这个是不能像格温那样做出更好的造型。跟格温比的话呢，格温的这个就更像于真实的比例吧，他迈尔斯这个就更加还原动画吧，估计这个格温也是动画造型了，主要是也是为了还原动画嘛。然后高度的话呢，两个的话就差不多高，可能格温会矮上那么一点点，差不多高就满了。100多可以拿下两个的话，我觉得还是不错的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它的展示吧。最后来总结一下，这次的 KO 迈尔斯我是挺推荐去入手的。整体的把玩手感的话会比之前的格温要好上那么一点，但是站立造型的话可能还是会有些偏软，支撑力不足的情况。其他方面就是合模线啊、水口啊、上色等问题都是存在的，不过在这个价位的 KO 里面算是挺不错了的，当然有条件的还是支持万代了。那么好了，我是江门小明，喜欢的关注加三连，我们下次 KO 开箱视频见，拜拜。